亲爱的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带我们来到神迹时刻的时间。耶稣，谢谢你，然后你让我们每次在这个时间当中，你来带领我们的心安息下来。也许是我们身旁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安息，也许是很多我们没有办法掌控的事情，我们需要安息。谢谢耶稣，你预备了这个时间，你让我们重新得力，在你手触摸当中，你让我们活出那个义人的身份。好，在开始之前，今天有特别的感动，然后我们要来看我们的经文，在以弗所书1:17。耶稣，谢谢你。17讲到，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的荣耀，而且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谢谢耶稣，神迹时刻是你预备的，这时间是你给我们凡听到神迹时刻的人来自于世界各地。主，谢谢你，你用你的大能穿越时空，然后你亲自来触摸听神迹时刻的人，你触摸他的心，你让他的身体得医治。感谢耶稣。还有在路加福音4:18，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道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人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心年。谢谢耶稣，谢谢耶稣。耶稣，你在十字架上面，我们因着你，现在我们就是要报告那个新年。谢谢耶稣，你预备这个时间。好，然后我们来分享我们神迹时刻的见证，不论是我们的神迹时刻还是我们的恩典诗歌，这一切都是来自于耶稣你的恩典，然后你的能力。然后我们有第一位弟兄姐妹的见证，他说他听到新的不要怕的这首诗歌，他说我一开始音乐看着歌词竟然开始一直的哭泣，没有办法停止，就好像千愁万恨的闸门被打开，整整哭了1.5小时。然后这3天他不断不断的重复听着这个不要怕的恩典诗歌，他说结果困扰我3个月的右手腕，他深深的发现他的手腕完全得医治了。谢谢耶稣，谢谢耶稣，这就是你的大能，你的爱。然后我们还有第2位的弟兄姐妹，他分享，他说他听到神迹时刻的时候，在一开始的敬拜就觉得有莫名的感动，然后到后面根本就是整个失声痛哭，跟着祷告跟宣告之后，他发现神在他的心里面清空了很多不属神的思想跟情绪，然后他很感谢神预备了这个神迹时刻的时间，他还要再找这个时间，他很感谢在神迹时刻可以不断的重复的领受这个恩典，真的很棒。谢谢耶稣，谢谢耶稣。然后我们还有第3位的弟兄姐妹的见证，他分享他过去曾经因为妈妈离世，然后不小心有一个定罪感进到他的心里面，可是他过去从来没有发现，他也不以为意。然后他那天分享说，我最爱的神迹时刻终于来到了，然后那天有领受到上帝说要挪去他的定罪感，然后他心里面突然跳出曾经我们主任牧师的讲道，他说对耶，缠绕我许久的心悸跟胸闷到哪里去了，不知不觉消失了。他说哇，他们竟然是在自我定罪下的产物，但感谢耶稣的恩典，在神迹时刻当中
他挪去了那个定罪感，他恢复他的身份，然后他所有连身体上面的状况、心悸跟胸闷就这样子完全消失了。谢谢耶稣，谢谢耶稣，你在这么棒的时间当中，孩子不需要特别去预备什么，因为这个时间你会亲自来对我们说话。你知道每一个人他现正需要的需求，不论是身体上的或是他心理上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你总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就是也许我们有时候求的东西其实只是那么一点点，但是你给我们的是更大跟更多。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孩子，因着耶稣基督你在十字架上面所完成的一切，我们可以举起我们的手，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你让我们领受这白白的恩典，我们就是义人。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在所有经上面所说的对义人的祝福，那都是我们的产业，是你赐给我们的。我们拿起我们义人的权柄，我们用我们的口宣告出你给我们的产物，你给我们的医治，你给我们的丰盛。谢谢耶稣，谢谢耶稣，你在这个时刻当中，你来对每一个人亲自触摸。今天就是要让那个你心里面你觉得被捆绑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退去，锁链断开，主你来释放那个心里的枷锁。你在那个疾病当中，你觉得你被困住了，你觉得你很痛苦，你很难受的，奉耶稣基督的名，因为主你就是医治，因为你的鞭伤我们就是得医治。哈利路亚，谢谢耶稣，谢谢耶稣，谢谢耶稣，你这么爱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接下来我们一样来敬拜我们香香牧师新写的诗歌，就是来自于我们不要怕哥林多后书四章。谢谢耶稣，一起来敬拜。不要怕，我已救赎你，呼召你，你已属我，我爱你，拣选你，不要怕，我与你同在。主耶稣，感谢你爱我，流宝血为我舍命，受鞭伤，受刑罚，医治我，使我的自由。思念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逃避过，却不被丢弃，达到了，却不知失望。
要盼我与你同在。主耶稣，感谢你爱我，流宝血为我舍命，受鞭伤，受刑罚，医治我，使我的自由。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达到了，却不知死亡。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达到了，却不知死亡，梦拯救我一个自由。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达到了，却不知死亡，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达到了，却不知死亡，梦拯救我一个自由。Thank you.
同大卫说的，我是谁，我如此的渺小，但神你竟然这么的爱我，你看我为尊，你把我当作你的宝贝，我算什么，但你竟然抬举我，你竟然把我当作你的家人，你竟然让我被称为神的儿子，神的女儿，我算什么，我算什么，但神你竟然高举我们，神你竟然差派你的独生爱子为我而死，我算什么，你竟然让你耶稣的宝血为了赦免我而流血，我算什么，神你却让耶稣上十字架受刑罚受鞭伤为了我，谢谢耶稣，谢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算什么，你竟然顾念我们，谢谢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爱你，谢谢你。亲爱的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刚刚有在不论从敬拜中到灵歌，我们有感受到就你亲自来触摸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然后觉得很温暖，很被安慰，谢谢耶稣。刚我们也有弟兄姐妹有领受，就是他刚刚在敬拜祷告的时候，他感受到耶稣的手放在他的额头上，然后耶稣那个触摸在额头上或在心上的那个感觉，他觉得好温暖，谢谢耶稣，谢谢耶稣，你在我们当中行你的神迹，你的大能，你的安慰。然后我们刚也有弟兄姐妹领受到，在诗篇103:2-5，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恩惠，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Amen. 谢谢耶稣，谢谢耶稣，谢谢你，你的那个爱是这么的强烈，然后在我们当中运行。主，谢谢你，你单单为了我们，你挂在那个木头上，就为了要赎回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你要让我们在你的爱中知道，原来我是这么有力量的，我是义人。谢谢耶稣，谢谢耶稣。然后孩子刚刚也有弟兄姐妹领受到得胜，耶稣说得胜，不论是你现在的境况当中，你觉得好像没有看到一个事情的结果，但你总是有一个愿望，你的梦想，你的期盼。但耶稣今天要对你说，孩子，你知道吗？我为你舍命，我为你在十字架上面，我为了你单单赎回一切，你已经得胜了。谢谢耶稣，在罗马书8:37，
到三十九节。谢谢耶稣，你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神的爱隔绝，因为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哈利路亚，谢谢耶稣，谢谢耶稣，谢谢耶稣，你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谢谢你，所有一切，不管是任何人为的，或者是曾经做错的，都没有办法将我们与你的爱隔绝。哈利路亚，谢谢耶稣，主，谢谢你，你现在就用你那个大能，真真实实的将你那个深切的爱浇灌在我们现场每一个人的心中。不论你现在听到神迹时刻的人，主，谢谢你，你深深触摸我们，你将你的那个温暖跟爱涌流在我们的心中，不断的串流。你有感受现在耶稣在我们身上运行吗？从我们的心，到我们的手，到我们的整个的思想当中。谢谢耶稣，谢谢耶稣，你继续运行在我们当中。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谢谢耶稣，因为你说我们已经得胜了，已经得胜了，不管你在做什么事情，你已经得胜了。那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所以我们得胜是因为耶稣已经得胜了，而你在耶稣基督里，所以我们是得胜的。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得胜因为耶稣得胜。所以不要看自己，你不是一个人，你在耶稣基督里。当我们面对攻击围困，你就要看自己在基督里，你要看自己在基督里，看你是得胜的。不管是高处的低处的事情，不管是天使是掌权的，都不能叫我们与我们的神的爱隔绝，因为你在基督里。你相信耶稣的那一刻时刻，你就在耶稣基督里了。即便你犯了错，即便你做了错误的决定，你都在基督里，你都在基督里。耶稣可以翻转，耶稣可以翻转我们过去不光彩的过去，耶稣可以翻转，耶稣可以化咒诅为祝福，耶稣会为你赎回时间那些错误的、那些错误的连结、金钱的损失、人际关系的损失、名声，上帝都可以赎回来。上帝是让你重来的神，你永远都可以重来，因为你在基督里，上帝为你赎回时间、金钱、土地、人际关系，上帝赎回你的一切，包括你的名声、你的人际关系，还有机会。谢谢耶稣，你在基督里，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在基督里是神的义，那是耶稣做的，不是我们做的，是耶稣做的。谢谢耶稣对我们这么好，谢谢耶稣。亲爱的耶稣，谢谢你，刚刚我们有弟兄姐妹领受到耶稣说要喜乐，要一无挂虑，要安息。谢谢耶稣，在腓立比书四章四到六七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
你们要喜乐，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的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然后还有一个领受，在诗篇23:5，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福杯满溢。谢谢耶稣，谢谢耶稣，谢谢耶稣。你说你要我们喜乐，孩子，现在来对耶稣说：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主，谢谢你，我会照着圣经，因为我一无挂虑，我将我的所求交托给你，因为你说我们已经得胜了。然后我们现在有弟兄姐妹有领受到耶稣现在在我们的面前，现在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可以将你的眼睛闭上，然后你用你灵里的眼睛看见耶稣在你的面前。然后耶稣他今天现在这个时刻，他要亲手将你身上那个沉重的枷锁链取下来。耶稣说他知道你的锁链有多沉有多重，他知道你肩头上的那个担子让你有点压得喘不过气来了。今天耶稣要亲自对你说：孩子，那个沉重的负担我现在就要帮你从肩膀上面移过来，因为已经落在耶稣的身上了。然后耶稣现在要亲自让你看到那个锁链，他要对你说：孩子，奉耶稣基督的名，你的锁链现在已经断开了。哈利路亚！这个锁链没有办法困住你，他也没有办法压着你，他也没有办法捆绑着你，因为耶稣现在亲自对你说：孩子，锁链已经断开了，孩子，锁链已经断开了。谢谢耶稣，那条锁链它不断断开了，它现在也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了。谢谢耶稣，在以赛亚书当中52:2，耶路撒冷啊，要抖下尘土，起来坐在位上，西安被掳的居民啊，要解开你颈项的锁链。谢谢耶稣，谢谢耶稣，你让孩子现在看到那条锁链它已经断开了，而然后已经挪去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了。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在十字架上面所完成的。谢谢主，孩子可以拿起那个权柄看见，因为我是义人，没有任何可以捆绑我们，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定罪我们，那个枷锁已经断开，重担已经被挪去了。谢谢耶稣，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刚领受到神说，当你喜乐你就赢了，你笑得出来你就赢了。好，我现在邀请我们大家，就是我们用哈哈哈哈哈来唱那个四面受敌那个部分，你就是用哈哈哈哈哈这样唱出来，然后你就赢了，真的哦，真的哦，神真的刚刚这样跟我讲，我来弹一下哦，哈哈哈哈哈这样哦，等一下，哈。
幽默的。上帝说你当你笑得出来你就赢了，你就是在仇敌面前你就是吃大餐，因为我们已经赢了。因为撒旦想要骗我们是输的，所以他让我们在那边哭泣吃不下饭。上帝说我们已经赢了，你已经赢了，你就是大笑就对了，大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已经赢了，我们笑出来我们就赢了，我们要喜乐，我们已经大笑了，我们要笑看那个外面的攻击，我们就微笑大笑，因为我们已经赢了。我们要把压力笑笑到他跳出去为止，把疾病笑死，把他笑，让他滚啊！我们就把他笑到他们昏倒，他们过去了。我们要把敌人笑得逃跑。阿门。就大笑就对了。哈利路亚。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刚刚有弟兄姐妹领受到，就是可能也许有人是在你的胃，就是好像常常会有很不舒服的状况，也许可能是因着你有沉重的压力，然后你常常不定时的会有胃疼痛，然后会觉得想要呕吐，或者是觉得很胃食道逆流，有胃酸的感觉。今天耶稣说，孩子，如果你现在有任何关于你胃部的，就是你有不舒服的，甚至有医生说你就是因着压力，或者是你的作息不正常，还是你吃饭饮食，所以导致你有胃穿孔、胃食道逆流，还是你有胃溃疡，还有任何不舒服的状况，现在你可以将你的手放在你的胃上面，因为神说我们的手触摸耶稣就可以透过我们的手将那个医治传递出来。如果你现在有这个状况，或你身旁的人，我们一起来为有需要的人来祷告。亲爱的耶稣，谢谢你，主，谢谢你。也许我现在好像很真实的感受到我的胃有很不舒服，或者是他定期只要我一紧张，他就有胃隐隐作痛，或有胃酸逆流的感觉。但我相信奉耶稣基督的名，主，你说因着你的鞭伤，我的胃已经完全得医治。哈利路亚，我的胃就是完全得医治。也许现在感受好像很真实，但耶稣，谢谢你，我相信，因为你已经为我承受鞭伤了，你也为我担了刑罚，为我流了宝血，所以我可以大方宣告，现在我手按的胃的地方，我奉耶稣之名，所有一切不舒服的症状现在滚退去，因为耶稣的胃是健康的，我的胃就是健康的，没有任何疾病可以捆绑我。谢谢耶稣，谢谢耶稣。还有孩子，刚有一个领受，就是也许你可能被诊断说你有罕见疾病，就是因为我们的领受就是罕见疾病四个字，然后你也不知道你该怎么办，可是你觉得医生讲得很真实，然后不论可能也许是你在免疫系统上面的，或者是你在血液上面的，或者只要是有关于罕见疾病的，现在我们可以，不论是你自己或你身旁爱的人，或者是你的孩子，你可以拿起你的权柄，然后按在自己身上，或你孩子身上，或你爱的人身上，我们一起来宣告。亲爱的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我相信现在就算我现在是身处这个世界，可是我知道因为我是义人，所以我不属这个世界，所以所有一切，不论是医生宣告的任何关于罕见疾病让我很心忧虑的，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现在拿起我的权柄，任何罕见疾病在我身上绝对不发生，因为我是义人，不好的疾病，罕见的疾病碰到我他就被洁净了。哈利路亚，谢谢耶稣。所有一切那个谎言的、疼痛的、不舒服的、罕见疾病的，现在耶稣，谢谢你，因着孩子再次宣告，你的鞭伤
我与我的爱的人，我与我的孩子，就是可以得到医治。哈利路亚！罕见疾病退去吧。谢谢耶稣，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谢谢耶稣，圣灵就在我们的里面，你自己按手祷告就可以了，你不需要牧师帮你祷告，你不需要所谓的什么权柄为你祷告，你就是权柄，因为耶稣住在你的里面，圣灵住在你的里面，你就是权柄，你就是神的孩子，你有神孩子的权柄，你祷告你就会得医治，你祷告你就得医治。现在你们大家可以把手放在你们需要祷告的地方，任何地方你们觉得你们需要祷告，上帝就会医治，上帝愿意医治，上帝有能力医治，上帝要医治你，你的手就是上帝要医治的器皿。我们的神是医治的神，他用仁爱慈悲为我们的冠冕，他救赎我们的命脱离死亡，他用美物使我们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至于我们返老还童，他洗净我们所有的罪，赦免我们，医治我们，救赎我们。奉耶稣我们宣告，神迹医治要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当中，因为耶稣亲自要医治你们，耶稣亲自医治，不是人，不是我们任何一个人，是耶稣要医治。因为耶和华说，是我耶和华亲自医治你，我要将那加于埃及的疾病挪走，不加在你的身上，那个肿瘤离开滚，不管长在哪里的肿瘤都要离开，都要滚。亲爱的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刚刚有弟兄姐妹领受到，然后他看到耶稣在医治后脑的肿瘤，看到头被光照住，耶稣的光保护，谢谢耶稣，谢谢耶稣。不论你现在你有被宣告出来你有肿瘤的，然后或者是你头部有任何不舒服的症状，然后你有点紧张，你正想要去检查的，然后你现在可以将你的手一样按在你的后脑，你的脑部的状况，然后我们一起来宣告，亲爱的耶稣，谢谢你，谢谢耶稣，因为你说你不将那个埃及人的疾病再加注在我们的身上，主谢谢你，肿瘤不属于你，但是我属耶稣，谢谢耶稣，奉耶稣基督名宣告，主你说我是义人，义人不会有肿瘤在我的身上，奉耶稣基督名，主你说你的鞭伤，你的荆棘冠冕，你已经为我承担了鞭伤，留下了保险，奉耶稣基督名，所有一切那个可能被宣告或已经被宣告的那个肿瘤，不论是良性的或是恶性的，现在主耶稣你就是医治在那个后脑的肿瘤，它退去吧，因为它不属于我，因为我属耶稣，谢谢耶稣，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然后属耶稣，肿瘤不属于我，阿们，肿瘤不能停留，阿们，是非法的，哈利路亚，滚，所有的肿瘤离开我们，滚，谢谢耶稣，滚，滚，哈利路亚，肿瘤滚，哈利路亚，耶稣，谢谢耶稣，谢谢耶稣。然后我们刚刚有弟兄姐妹领受，就是不论你现在是在现场，或者是你是透过荧幕当中你收看我们的神迹时刻，他说他感觉有回家，他说回家真好，在这个时间好像就是
他觉得很真实，在天父的怀抱当中，然后谢谢耶稣对他这么好。然后也有弟兄姐妹有领受到，他说他看见光照进幽暗，有两个字就是盼望，就是不论你现在生命当中你有遇到什么样子的境况，也许你觉得好像被困住，也许你觉得好像没有光，但是耶稣今天要亲自对你说，他说孩子是有救的，是有希望的，不要放弃。也许你现在眼前看起来是暗暗的，可是神说他会用他的光照进黑暗当中，翻转一切，因为你知道耶稣在你里面，那个光就是从你里面散发出去。谢谢耶稣。然后在马太福音4:16，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哈利路亚，谢谢耶稣，谢谢耶稣，谢谢耶稣，你来打开我们的眼睛，就像你打开那个以利沙少年人那个眼睛一样。主，也许我们现在眼前看到的都是好像是黑暗当中，好像是围困，但奉耶稣基督的名，主耶稣，谢谢你，现在你来打开，就像打开那个少年人的眼睛，打开我的眼睛，你让我看见与我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那个所有的黑暗退去吧，因为我里面有光，耶稣基督在我的里面，那个光不用我很努力的去努力的营造，那个光不用，耶稣说孩子你走到哪里，那个光就会带到哪里，你走到哪里，任何不洁的都因着你而洁净了。谢谢耶稣，谢谢耶稣，谢谢你让我们有盼望，因为你今天对孩子说你我们已经得胜，因为耶稣基督你已经得胜了。哈利路亚，谢谢耶稣，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耶稣就是光，耶稣就是世界的光，耶稣住在你的里面，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哪一天我们做错事了，我们跌倒了，我们被辱骂了，光就不见了，你就在黑暗里了，没有的，光一直都在，即便你跌倒了，你也是在光中跌倒，你永远是被照亮的，因为你是义人，义人的道路会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在你里面是没有黑暗的。你以为你在你以为你在黑暗里，你以为你犯错你就在黑暗里，没有的，你一直就在光中，你行在光中，你一直都在光中，即便有人生病了，也是在光中生病的，神的光一直都在，不用被骗，你有光，因为上帝说有光就有光，耶稣就是光，在你的里面充满了光，你走到哪里都有光，你就是光，你到哪里就有平安，就有得胜，因为你里面有光，你已经得胜了，因为你在基督里，你在基督里，这是你的身份，与生俱来的身份，不是你的努力，不是你要做得多好才有光，你本来就有光，因为光是从耶稣基督来的，谢谢耶稣，奉耶稣的宣告，光要在你的里面，你要心情发光，因为光已经来到了，一直都在，谢谢耶稣。好的，亲爱的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当中，然后你用爱，然后你用你的大能，然后运行在我们当中，浇灌着我们，谢谢耶稣，所有的一切都是因着你给我们的身份，所以我们可以，然后也谢谢你继续带领我们整个的神迹时刻的时间，你用你的话语然后浇满我们，
你使我们因着你的爱可以福杯满溢，把你的医治跟丰盛浇灌出去。谢谢耶稣，谢谢耶稣。同样我们也可以鼓励大家，如果你在神迹时刻当中，你真的觉得不论是你从心理上面，或者是你觉得你身旁的人或包含自己有任何的病痛，欢迎你可以分享出来。因为神在我们当中运行，因为我们要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情，所以欢迎你，你可以见证复制见证，你的见证可以鼓励到任何的人，然后不需要靠我们自己努力，而是因着耶稣给我们是义人的身份。我们要知道我们就是义人，这个身份就是要传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要知道一切都是关乎白白的恩典。哈利路亚，谢谢耶稣，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